悬疑问答。师父开示过，就是说一世修成其实非常难，那这一世即使就是说假如说又是说下一世投人，或者是一世没有得到这个就是上去，那这一世修修法门的或者是学佛的人肯定是比不修心的要下辈子就是更有佛缘，对吧？啊，那肯定的。过去有出家的人修啊修啊修啊，最后没修成，下辈子变成个大老板了，全部变成福报了，功德没了，全部变福报了。对呀、就是这样。但是他可能就是不闻佛法了，就不闻佛法了，下一辈子可能他就没佛缘了，他把钱啊全部花完了，他再下辈子嘛，他就富不出三代呀、啊就是这样。